这家拥有30多年历史的小吃店，可是凤山建成220周年的小吃类的冠军哦。走进台湾原味十足的店家，门口就是摆满各种食材的琉璃台，铁桌子搭配塑料椅，传统摊位的摆设勾起许多人的回忆。这里的春卷一条就包裹了10多种馅料，一入口的丰富滋味不在话下。招牌浮水鱼羹，口感弹性十足的鱼羹就漂浮在勾勒滑顺嵌制的羹汤里，让人一口接一口的吃个不停。如此美味，来个双剑合璧，这让人怎么招架得住呢？